好早期嘅时候，可能花姐去倾嘅时候，佢话：哦，我咁嘅心态，你一定入坑啊！跟住而家去到呢个阶段，大概都俾佢讲中咗嘅，即系系咯，每样嘢都希望佢哋好啊！因为毕竟始终呢个节目都孕育咗好多即系乐坛新血嘅，咁我自己都觉得我哋每一个选择都要深思熟虑咯。我都变咗一个好似讲好有好语重心长嘅，即系好似大前辈咁爸爸妈妈咁样。佢无意中有好多金句啊，唔觉意讲起啲金句。其中一句系直情系即系有学员系有抹低咗出嚟话，你话咩记唔记得？技巧，技巧总会过时，情感才会细水长流。即系讲佢唱歌啊，即系唱歌嘅一啲嘅心得咯，咁样唔觉意咁讲呢啲咁嘅金句出嚟，抄低咗佢哋系。好彩有陈雷陪住咋，有陈雷陪住，系啊，我都觉得好彩有佢陪住。我哋互相，我哋互相拥抱，有啲位系啊，真系激死啊，有啲位咁样。辛苦都 enjoy 啊，值得嘅，我觉得系。